的生命改变的最大原因是认识了耶稣哈。那当然，我在信仰过程里面真正体会这个信仰带给我生命的改变，是从参加CBMC以后。我在CBMC里面接受了很多的装备，更深入去了解要如何去应用圣经的话，然后在我的生活、我的工作，甚至在跟人的关系上面去做改进、做改善。其实CBMC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在CBMC的弟兄姐妹他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我们共同的口号了，应该是说口号，就是说在CBMC里面有爱在CBMC里面有神，在CBMC里面有装备，在CBMC里面有影响力所以我们就朝着这个CBMC 的这几个最主要的这个核心去前进。那我们也很体认说要在工商职场可以为神做见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常常想到说你要是孤单一个人，你在工商职场就像羊入狼群一样，就像耶稣说我们要羊入狼群，但这个世界本来就像狼群一样，所以CBMC提倡的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不是孤单的一个基督徒，因为孤单的基督徒是危险的，我们在整个职场里面一定要伙伴，那最棒的伙伴应该是在职场里面有共同灵的看见跟核心跟交际才可以荣耀神。这是我从接受耶稣然后到CBMC里面接受装备以后，我发觉我得到最大的改变跟最大的帮助。